要给我妈妈金色的头发，我要给我妈妈红色的头发。你妈妈不漂亮，你妈妈才不漂亮。哼，我妈妈还有黄瓜，我给黄瓜涂成粉色。切，有黄瓜怎么了？我给妈妈换一个不也有了？哎，我换。你这不是？就算，我给妈妈的黄瓜涂成金色。哼，那你妈妈也没我妈妈漂亮。切，走着瞧，我给围裙妈妈的围裙涂成蓝色。妈妈的衣服涂成粉色，嘿嘿，好看吧？不好看。我给王后妈妈的衣服涂成红色，裙子涂成蓝色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的妈妈好看还是大宝妈妈好看呢？快告诉我们吧！现在就剩鞋子了，围裙妈妈穿的是拖鞋，就给围裙妈妈的拖鞋涂成紫色吧。嘿嘿，真可笑！围裙妈妈竟然穿的是拖鞋，王后妈妈可是穿的是高跟鞋。看我把高跟鞋涂成红色，嘿嘿，真好看。那我们拿去给妈妈们看看呀，看看我们谁画的最合妈妈心意。白雪画的我给打50分，大宝画的我也给打50分。怎么不是满分？雪儿，妈妈不喜欢金黄的头发，也不喜欢这身衣服，你应该给妈妈换个漂亮衣服。大宝，妈妈想穿裙子，妈妈也不喜欢紫色，我们想自己画自己。那好吧。这是我准备的图，这是我准备的图。头发涂成紫色，围裙你看呀，我把我的头发涂成紫色了，好看吧？我不喜欢紫色，我希望自己有一头红色的头发，我要把我的头发涂成红色，看啊，德线克。不错，挺适合你的。我是王后，我的王冠要是童话王国里最闪亮的，我要涂成闪亮的金黄色。我不是王后，我就不要戴王冠了，我要戴个大帽子在我头上。我要给自己的裙子涂成紫色的，我最爱紫色了。我最讨厌紫色了，我给我裙子涂成这个颜色。我完成了我的画，我也完成了我的画。走，我们去让孩子们评分。孩子们，我们的画完成了，你们快点来评分啊！我给王后妈妈的画打100分，我给围裙妈妈的画也打100分。还是我们自己画的自己好看吧？给我拿来吧，我们的画。妈妈，我们拒绝。艾莎，站住！把妈妈的画还给我，我还给我吧。这么好看的画，我要拿回家挂在墙上。站住！艾莎，你出来，把画还给我们。我是不会还给你们的，你们快走吧。艾莎，你王学姐，我有办法，看我的。嘿嘿，艾莎是童话王国最丑的人，哈哈哈哈！气死我了！大宝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童话王国最漂亮的人。艾莎，你总算出来了，你快把妈妈的画还回来。什么？竟然是骗我出来要画的？没门！我是不会给你们的，我已经挂在我家墙上了。你不还是不是？不还，我现在就召唤精灵仙子过来。啊！别！我还，给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大宝，我们走吧，去交给妈妈。关注我，我们明天再见。